大家看看啊，小胖在我办公室，嗯，小胖在我办公室干啥呢？我们现在开始处理大家的留言了，从这个月初到25号，大家的留言我都打印出来，然后撕成一条条。而且你不光有名字，你还把每条留言写的，对对对，就是直接附到下面了。对，我们抽奖的时候就会知道这是谁，然后他说了什么。对，我们马上，晚一些就开始抽奖，对对对，我们马上就抽奖了哟。要一会儿，要一会儿。看我们还在继续叠，已经叠了。已经有这么多留言，对呀，他们叠了这么多，继续继续，我们大家看看我们每一条留言，比如说这个安迪，哎，就是这个对焦老不准，很奇怪，这全是我们打印出来的，这些每一个你的留言，而且。留过多次的我们都有多次打印，大家看一看，一会儿我们就准备抽，现在叠好了就开始小胖往里装，没叠好就差不多就行，就只要咱们也看不见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要随便打开一个给大家看看，我们里面都是有名字的呀，肯定有，随便打一个来看看这是谁。有个人问啊，曾梅章问，哈哈，我不知道可可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。哦，你看，这证明我们都是，全部都是。我们再随便拆一个吧。拆吧。但是这不是抽奖啊，就是让大家不要以为这是抽奖。那你不是浪费大家的情绪吗？没有没有，只是就是告诉大家，我们真的就是全部都放进去了。弯曲 HVAC 说树太难弄了，我也弄了，对对，特丑，放弃了。对对对对对。这是个啥玩意儿，都开了，都开了看不见就行，就是抓的时候就取出一个来的，因为实在是留言太多了，都满了，天哪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小胖彬彬在美国，我是最懂美国税务的房产经纪彬彬，我是最懂美国房产的税务师小胖。对，今天大家请看锵锵锵锵锵，然后我们今天要干什么呢？就是要抽奖了。是的，对，我们本来说抽的是一部 iPhone 13 Pro 手机，对，然后还有三个新出的AirPods 耳机，因为之前就很耳朵很疼嘛，对，很大，对，它新出的这个就很好，就小一些，对，耳朵很小，而且我们全部都是在苹果店买的，嗯，对，但是呢，因为留言的朋友们非常多，大家看看这里是我们所有的留言，从十一月底，对，就是到12月25号所有的留言，对，大家已经，其实在我们放这个之前，大家在片头已经看到了，我们有在折纸啊，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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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在做这些留言呀，现在我们全部都放在一个透明的盒子里面，一会儿我们就要抽奖，是，因为留言这么多呢，那我们就增加了。当然手机太贵了，以前抽不起，对，我们真的抽不起，干一年抽几个就没了，所以呢我们就只有一部手机，嗯，但是我们有五个 iPods， 对对，然后我们有五个 iPods 二等奖，我们还有五个我们买的瑞士莲的巧克力，对，就是让，因为大家都在参与嘛，我觉得也不错，是，因为我们这也是送给我们耳湾客户的礼物，所以我们也拿来抽。对，现在呢，一年过得很快，对，上一年呢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都非常支持我们，对，有很多朋友每一期都争取留言，没错没错，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就看到有很多人呢，就是每一期都看到他的名字，对对 对, 对，他抽奖被抽中概率也是蛮高的，我觉得，嗯，而且。为什么我们说就算您在就每期视频下面都留言我们会重复计算呢？因为我们真的有客人就是每一期都给我们留言，是从我一开始做 YouTube 开始，从我2020年五月份开始做 YouTube， 但不是我们做这件事情，我们做这件事2015年了，2020年做 YouTube 开始呢，就有很多客人一直在鼓励我，嗯，其实我们去年也想做一个抽奖，但是我忘了因为什么事情就过去了，所以今年呢我们真的就很感谢很感谢这些客人，那我们也在提早就预热这件事情，我们也看大家都在留言，然后我们现在就
废话不多说，因为我们抽奖的规则我们都讲过，我们就是留言越多几率就越大。对，那我们而且大家我们开到这些小纸条以后，这些纸条都有大家留的是什么，对，会读给大家听。对，没错没错，我们会给大家看。对，然后大家听到自己名字之后呢，赶紧和我们联系。对对对对对，然后联系我们啊，给我们地址啊或者是联系方式啊，我们好把东西送到您那去，或者是说您过来办公室来拿都行。对对对，然后我们视频里都有我们的二维码，扫描我们的二维码就是我们的微信。是的，然后呢您可以拿到您抽到的礼物，你就可以拿到。对对 对, 对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了，我们这里呢打开呢就很难抽，很难抽的一个箱子里吧。我们呢准备了一个透明的箱子，就是为了让大家公平起见，就是很就是真的是我们这一次非常公平，让大家可以拿到礼物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把它倒进去，然后开始抽。好。在抽之前我祝愿大家啊，就祝福大家都能抽到一个好礼物、对，我们先抽五个吧，先抽五个巧克力好不好？行行，我们先抽五个、再就是我拿着你抽，你拿着我抽吧、行吧，我抽俩、行，你可以，对啊，你就一个一个抽吧，其实都是一样的，你就抽吧。好，抽一个啊，抽一个，来第一个，他的用户名呢叫 PL， 然后他的留言呢叫感恩节快乐。对对对，哎，你要不要去拿张纸啊？拿纸要记一下，就是我们巧克力是哪个？啊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头五个先放这边，然后后五个放那边，哦、对对对对好像没有必要，对对对，没有必要。那让大家看到，那我们第一个，他的网名叫 PL， 对，是感恩节快乐，是的，对。那我再抽，你抽，就这个吧，离我最近。哦，这个是叫 Stella Z。这个应该是我们的客户，是吗？对，因为叫他的留言什么，他留言是谢谢小胖冰冰精心准备的礼物，圣诞节快乐。哦，那他等于收到了我们一个礼物了。对，是我们的 Stella Z， 是我们的客户。对，这是哪位客户？请赶紧与我们联系啊！你再抽两个，我就抽两个，一个一个来啊，一个一个来。这个是，哎，这个是 Mandy。Mandy 是我们一个比较热心的观众，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Mandy 呢是住在罗兰海的，他有加我微信，然后是一个，年纪应该比我长，但是多大我也不知道。Okay. 然后呢，每一次我发什么东西以后呢 ，Mandy 他是台湾人，他都会给我留言，他都会给我留言呢，就会鼓励我，因为我现在手机在拍视频，我没有办法给大家放那个留言，对他就会说啊，你们一定会越做越好，然后说莱尔湾买房子一定会找我们，因为他住在罗兰岗，所以就真的非常感谢。我在做这个就是抽签的这个时候，我也看到 Mandy 的这个数量应该是最多的，对，没错，说不定我还会抽到他们，对，没错没错。那你还缺两个，一人一个吧。对对，你来一个，我来一个。那我就这个吧。哎，这我抽到这个用户名叫 John， 这期应该是介绍那个叫什么啊 Pomona 的，因为他说的是，小孩之前在那里度过四年大学时光，环境优美啊。这个叫 John 的客户，请 Pomona 赶紧与我们联系。Clairemont， 哦 Clairemont 不是 Pomona。哦 John， 哦他还留过其他的留言，有因为留言都是我回复的，对对 对, 对, 对，John 请您跟我们联系。那我抽的这个呢，他一定会跟我们联系，因为人家就是为了抽奖来的。是吗？谁呀？他留言是啥？留言是留言抽奖，哈哈哈。用户名叫什么？给大家看一下，叫毛啊，叫李晴毛，应该是姓毛的先生或者女士啊，留言抽奖，哈哈。所以呢，上面五个，是抽到了我们的三等奖，对对对，巧克力盒，请赶快与我们联系。对，然后下面我们抽下面的，这个我放边上。好好好，那你就先放这吧，放这怕混了吗？应该不会，我们下一个就，哎呀，我们没事，我们抽到的这个跟巧克力放一块就不会混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跟巧克力放一起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下面呢就来抽。AirPods 耳机，好，我们要抽五个，哎，这个也200多块一个哦，对对 对, 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要抽五个，来，你先吧，你先，真的吗？来，我来，我应该自己进去留点盐，咱们一人留个200条，来，我来看第一个抽到 AirPods 耳机的。哦，这个应该也是我们的客户啊，叫什么？
叫 Shine。 嗯，祝你们一切越来越好，感恩节快乐。叫 Shine就是哦，是是，不是，我不能说，在视频里不能说名字了，是我们朋友介绍的那个上海的客人。那他可能不在这儿，他最近好像回国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他。OK。然后那如果您看到，请跟我们联系。应该 S E A N。对，应该有我的微信。请与我们联系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我抽到这个呢比较长哈，就真的每次看完新房子室内都觉得好好啊，一看院子就点点点。还惦记老房子的大院子，真的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没有完美的房子，也没有更高的预算。啊，他说的还蛮对的啊。这个客户叫伊娃谷。哦，伊娃谷，我也知道他。啊、也知道他。那看来肯定不是光有这条留言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伊娃谷，请与我们联系。伊娃谷也是，就是经常给我们留言，经常留言的。对，就是那。我不确定我有没有他的微信，但是我但是反正这里我们会通知到他，对对对对，然后赶紧跟我们联系，那就跟我们联系吧。好，那再来一个吧。对，那我看一看这个。你还真留言了啊？真的吗？这里面就这我都没留。我因为我每次看完我就第一个会留一下。你这是宝四郎吗？啊，没有没有啊，冰冰王同学留言抽奖，这抽出来概率有多大？你就留一条，我就留一次，我就留一次。那这个就不能算了啊，就放在边上吧，就放在边上。我再抽冰冰王抽奖，我放在这边。我也是服了。我这个还没念，我这个还没念。念你念。我这个呢，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为了抽奖来的啊，是吧？对，啊、他就是说谢谢分享，节日快乐。嗯，这样。用户名呢？用户哦，叫 Kubos， Kubos、啊、冷牛，应该是一个男生吧？应该是一个男生。Bose、对，我觉得应该是个男生，所以就那请您跟我们联系，因为这个名字我非常不熟。对对对 对, 对，我这边也有一个，也好像是抽奖的，我看好像没怎么见过啊。Merry Christmas 啊，用户名叫啊 Felix S。哦 Felix, 这是我们客户、啊、是客户吗？来过办公室的、哦、是吗？好吧，那 Felix X 啊，请与我们联系啊。Felix S， 你一定知道他，我知道吗？你知道他就是。问了很多，然后就没有下文的。哦、好的好的，那欢迎回来再继续问我们，然后找我们买房子、哦。你如果没记错，应该是他，也可能不是。就我觉得应该是他。行行行，他老婆怀孕了，好像是。我恭喜恭喜恭喜！我好像生了吧，我忘了。反正如果是的话就恭喜，如果不是千万别怪我，因为有的客人太多了，但是这个名字我非常熟 ，OK， 而且应该是有我微信的。好的，对对对对对。那我觉得 OK 吧，那就这样，那我们就再抽还有一个吧。对，我们要抽最后一个。想想啊，最后一个喽。那我们再好好找，好好找。我们再抽最后一个。那最后一个，我们看一看谁还可以就是中这个 Apple， 看一看好不好？哇，这个是宽的。哦哇，你猜是谁？我哪猜得到？最后一个又是 Mandy。 哦 Mandy 留的多啊、哦、又是 Mandy。 对，说谢谢精辟的美国税务说明。哦，恭喜 Mandy， 恭喜 Mandy， Mandy 抽到两次啊。对，不过他的留言真的是多，不是，就是每一期他真的都有留言。 Mandy 不是为了抽奖而给我们留言。对对， Mandy, 而且每一期他都在最前面。对， Mandy 是一看到就会留言，不光留言，我刚才视频说了。是你妈吧？不是啊，人家没有那么大、啊、就是每一次看到都会微信我，我真的就非常感动。因为做 YouTube 其实也有最艰难的时候，就是的确是的确是你不一定就是每个看 YouTube 的人都喜欢你，是，然后你也不一定就 YouTube 会推你，对吗？ 对, 对，因为很多人做 YouTube， 对，然后你推广的东西不一定算法会认可，没错，然后在最就是最没有客人或者最得不到就是认可的时候，就是平台认可的时候呢，因为你的浏览量少嘛，那会儿我们刚一开始就100-200这样子，然后 Mandy 就开始给我留言，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
运气吧，我觉得也跟人家就是一直帮我对有关系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不需要重新抽，我就做主了吧、啊、我觉得应该给这个东西，可以就算不抽我也觉得应该给，对吧？那我们五个就抽完了、嗯、那一个是 Mandy， 一个是 Kubos， 一个是 Felix S， Felix S 应该也是我认识的，然后 Eva Gu 也是经常留言的，对，然后还有一个 Sean 应该也是我们的客人，是的，然后呢那五个是我们的 iPost， 对，一会儿我们会把获奖名单呢打在这一期的这个视频下面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大家赶紧联系我，那就放在这儿好不好，对，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大奖了现在我们要抽最后一个大奖了啊，最后来来来，用你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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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帮你好好获了获了，对对对对，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手机，嗯，那如果还抽到 Mandy 了，那我们也只能给人家，对对对，但是我觉得这种概率会比较小，抽到冰冰旺怎么办、啊、冰冰旺冰冰旺在这儿、哦、冰冰旺，对，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开始抽好不好、嗯、好，那这个吧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怎么样那不用，不重要，又不在我手里，我先看看、嗯、哇，这个也经常留言哎，啊是吗？但是不是我的客人，不是咱们的客人，不是不是我、啊，就是没见过，我没见过，啊、但是也没有联系，也没有微信，但是我见过他留言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说这个人之前，我首先说地区吧，他是北加的哦，我们有很多北加，我们有很多北加客户，而且北加客户都蛮好，都很好，对，因为年纪都差不多嘛，你像都是快四十岁的年纪，因为不也不是也因为我不是这么说北加可能老就是。因为都跟我们是同龄人嘛，就是都是三十五六啊，三十以上的，对，因为都是在 IT 公司工作的，然后他们呢就很精准的去买房子，而且呢他们的诉求告诉我们的很多，是，然后他们呢也很通情达理，通情达理在哪儿呢？就是他们会跟我说，虽然要 rebate 的话，他们就会说那 depends 你的工作量，如果你的工作量很多的话呢，那他们就要的 rebate 很少，比如说你送我一个微波炉啊，送我一个烤箱，然后他们会天天看，也会记住我们的好。然后比如说我们还有客人说那我要一个冰箱2000多块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就不会说很不讲理，就是说哎，我要多少要多少，那样的话那我就会跟客人说，那我说那你会把你的工资给我吗？因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辛苦，哎呦，就是说多了。但是这个是北加的客人，这个客人也我回复应该回复个两三次，就是然后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客人叫，你知道为什么很记住他吗？因为他叫弯曲 HVAC， 我老觉得像是个空调，是卖是做空卖空调的吗？我不知道，他叫弯曲 HAVC HVAC William William OK， 然后他说留言是看起来是个投资房的好选择哦，对，好的，那这个客户赶紧与我们联系恭喜中到头奖、哎、这个客人应该会跟我们联系，因为我们的、那这个就给他贴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客人应该会拿到我们的手机，因为他在湾区嘛，对对对，就是我们可以寄过去，对对对 对， 对， 对，那那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抽奖呢就到这里，如果万一没有人跟我们联系、我们再来一轮，那我对我们就如果真的没有那iPods 我们都有嘛，又送不出去，那我们就再来一轮，没错，我们就再来一轮呢，就我们再重新抽，我们这些东西还留着，对，抽过呢也不会再参与进去，然后希望大家尽快跟我们联系。那到最后呢，对于抽奖来讲呢，我觉得也不是噱头，也不是什么，对，只是一个感谢，主要是对大家的感谢，对对对，因为YouTube 频道有大家的浏览，有大家的留言，我们才会越做越好，是的是的，也会鼓励我们，平台也会推荐我们，对对，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，我们希望就是我们的生意好，我们就多多给大家抽奖，希望明年呢我们的奖品会更好，没错，更值钱，没错，没错，那好吧，那送网上一套房我可没说啊，对，那我还是送自己好了，我们要结束了、那好吧，那请尽快跟我们联系，我们寄出我们的礼物、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